哎，饮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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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酸甜甜，又香又滑，好好饮啊！甜嘢喎，啱唔啱我哋噶？放心啦，呢杯系专门为老友记泡制，可以补充水分同埋营养噶。哎，仲有好多款啊，啱晒老友记嘅四季汤水同埋茶饮，一阵间话俾你哋听。呢杯牛油果加奇异果奶昔是第二辑长者有型食谱汤水茶饮篇其中一款饮品嚟噶，同第一辑一样，呢一辑十二款汤水茶饮都是由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的营养师特别为我哋嘅老友记而设计嘅。入边用的材料主要是蔬果、豆类同埋菇菌，含有鸽质、蛋白质同埋膳食纤维，营养丰富。仲可以穩定血糖同埋降低膽固醇添。長者啊，你跟我哋食譜整甜品咧，就可以揀啲低脂嘅奶製品，同埋落少啲糖。咁你個女咪放心俾你食咯。不如我哋一齊整咯，好嗎？開始。八叔啊，我知道你怕三高，食得好清嘅，不過都要記住要有充分同埋均衡嘅營養先得噶。不妨多飲我哋介紹你嘅湯水啦。咁我就有啖好食啦！咁呢一辑汤水茶饮篇喺边度有得睇呢？留意你哋屋企楼下大堂电视机播放嘅房屋资讯台就睇到噶啦。大堂张贴嘅海报上面亦都有二维码，扫描就可以喺房委会嘅 YouTube 频道或者卫生署嘅网页重温。咁啊，记住分享俾你哋啲老友记咯。其实除了注意饮食之外咧，仲要记住有适当的运动啊，咁样咧就可以预防啲肌肉流失啊嘛，行起路上嚟啊就可以稳阵啲啦。大家一起做个识饮识食嘅有型长者啦！